哇，这是我们刚刚辛苦做出来的手工米粉，也是新竹的名产。所以呢，今天在肯纳厨房，当然也要用这一个食材来做出一个比较特别的料理。开始进入重点，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今天的肯纳西式炒米粉，肯西米粉。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热锅。热炒的重点都一样，锅子一定要热。基本上呢，我刚刚说的西式的一个热炒呢，最主要就是会加入一些西式的干燥香草。那我今天有罗勒跟奥勒冈，然后会去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层次的味道出来。好，加油。好，然后就可以把红萝卜跟洋葱放进去。然后加一点盐。加点胡椒。加一点细红辣椒粉。好，把它炒一下，高丽菜加进去，OK，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也会有肉丝先进去了，但是因为今天没有肉丝，但我旁边有一锅很美丽的卤肉饭的卤肉，那我要来偷用一点点这里面的肉燥，还有汤汁。好，然后炒米粉呢，有一个关键，我也是刚刚学到的，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汤汁，不然你的米粉会黏得乱七八糟。好，然后现在呢，因为我的菜都已经炒得差不多，加一点点美淋酱，这也是西式的一个口味，然后一点点蚝油，一点点酱油，然后高汤进去，好，这个时候呢，今天的主角，我们的米粉，好，它就可以进去，哎呦，然后你用的道具很重要，这个才是比较好一点。这个时候呢，可以快点来试个味道，做最后的调味。OK， 好，现在让它变成西式，就是把这些干燥的香草加进去，罗勒、奥勒冈，然后在起锅之前呢，加一点点锅边的一个酒，哎，没酒了，好，没有关系，然后最后。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起锅了。我的肯西炒米粉就这样完成了。哦，好看。看这一锅，夸张了。看喂饱多少人？加分加分。哦，好，这个这很特别，你有看过这个吗？这是什么？香肠吗？粉肠。粉肠。这看起来我没有看过这一道菜，我也没有看过这个。辛苦了哈。不会，辛苦了。好好，谢谢。可能这是你炒的，这个盘子上的米粉。这一盘是我炒的，这一盘是老板娘炒的。那内容物都一样嘛，对不对？料应该不一样，只有调味不一样，调味不一样，对对对。我们把丰田眼睛闭起来，看他吃不吃得出来。哦，哎，一个是传统的味道，一个是我的味道。你先吃，配合哦。好，先不要讲话。好，先不要讲话。好吃吧？先不要讲话啊。好，第二种。哦呀。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对，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一还二。
选哦。哎，选错会不会尴尬？不会。有什么选错？怎么办？吃起来一模一样。真的吗？哇，厉害！是吗？嗯，是不是一样？他都假一样。你在吃可纳的，这个是我做的。光田，你刚刚吃那个好吃原味，哇，好吃，好吃吗？真的好，哇，好会讲话。刚刚那个嘛，你的是多了胡椒，多了一些香干燥的香草，伯乐跟超乐干。来哦，我先吃，我先吃大姐煮的。这个是比较那种，先吃吃看，传统的味道。来，自己来。好，那我就加我自己。嗯，好吃。啊，不一样。它刚刚有弹性，口感很好，真的超级好的。有一些米粉是就是已经软到。碎掉，嗯，但是没有弹性啊。这个有弹性，对啊，因为有弹性，真的。这个锅就是要吃完你们辛苦的一天。好，但是我们做的米粉，对，对啊，是我们刚做的，都是啊，我们刚做的。我喜欢肯纳这一盘，哇，真的很好吃，哇，我喜欢老板娘，你喜欢老板娘，我喜欢老板娘，你随便。真的太随便。老板娘都有孙子，你想怎么样？米粉好吃，炒的很好，香料炖的更好。嗯，它的味道。最主要的差别应该是我用美林酱跟两种干燥的香草。我们100分。100分哦。100分。哇，100分。我们两个。真好吃。原来米粉也有没有新鲜是有差的。哦，原料。原料制作的过程。用的晒的米。晒的米。我当天抹，当天做，所以你米粉吃起来不会有酸酸的。对，因为它果团不能给它放，做好一定要马上蒸，马上做。开心，好好吃。郭董夫人，你怎么又在这边出现？怎么又见面了？不是，你不是说不是说收工了吗？还是那么好赚？阿兰多，你今天假崩，假怕了，我来讲。我的米粉有两种，一种是湿的，一种是干的。这个是要晒干的，要送礼，保存能久一点，可以放一年。哦，那个刚升起来的米粉要做给面摊做生意的点心的，今天会吃的。我们的习惯是吃饱就走了。对，那去晒。今天没办法，今天吃完要继续。请坐，一人拿一把米粉。哇，一人拿一把米粉。哎，一人拿一把。除了湿米粉，我们还要做什么吗？还要去夹，拿筷子去夹。你看我儿子在那边在夹米粉的。哦，好，那我们分两边吧。对，分两边。好 ，OK。那你们陪。老板娘，好吧，那我们去夹看看，对，怕风也在那边乱，对，对啊，风也走了，走，把赶走，你去找儿子，对，你找儿子，怕你睡着，好，那我们刚楼下切好一手，那我就把它拿起来，安妮，一点点就好，对，拿一点一半放到旁边，啊，把它甩一甩，米粉比较松。好，对，刷，来，拉出来，这个我们来撕，就是拉开下面的上面。其实我是尽量不要把它撕断，不去撕。这很难呢。哦，不会，哎，没有，这样就对了。那你吃了第一把，可以取代，没有，这都是要太整齐了，这个不适合我，太整齐，多松一点。这样夹起来，夹起来以后，这样对不对？这样放下去，对，放下去，然后这个拿起来，这只拿起来，压着，压在这个，压在啊，这哪压在这里，然后呢，再过去一点，好，这边哦，把压那个点，好，然后就三折，然后就这样抽开就好了，对，抽开。抽开抽不开就稍微压一下，它就会抽开。哦哦，到了，宽一点就好了，大概这样子。哦，不会，可以。对，这个完全没有机器可以取代哈。没有，这都是要人工的。对呀，这都要人工的呢哈。哎呦喂！就这样，
这样子，哎、欸，你可以耶，你真的可以来这边上班耶，丰田。哇，丰田又在胜利了。我没有，我没有这个天分。好，我们而且为什么他越会这样子啊？因为他黏住。那这个要把它拉起来就好了，拉起来，对，只要放进去就好了。放进去哪里？对对，这边放在这里，没关系，长短没关系。这样子嘛，对不对？这只手压这个，这只压这个，这只手会变成拿右边这只。哦，压这个。啊，这只这样抽这只。哦，所以这只哦，这个要握住就对。哦，这样才不会松开。了解，我少了一个握的动作。才不会松开。学会了吗？哎，报告师傅，我学会了。报告师傅，我可以了。师傅，你会了吗？师傅，可以哦。太密了啦！啊，太密吗？太密不用，你就大概这样一坨起来就可以。哦，因为它下来像麻绳一样。好了，是我。不用一条一条的去撕。我太要求了。你真的不用下班了。我不用下班。你不用下班了，那会撕到明天的。不用，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啦，你要害怕。对，大力的把它撕开就好了。不耐烦了。它只是不要这样一坨。不好散嘛，大概给它。那怎么会这样子炸开啊？干了吧？对，它已经干掉了，所以说不能。哦。风一吹它就干掉。为什么？这个用这个。哦，腰好酸哦。我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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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熟练。然后这样吹要吹多久？像这种大太阳要晒多久？有时候是晒隔天，到隔天。我要晒到隔天哦。哦。我们有时候戴的时候是晚上会收起来，它白天再拿起来，又晚上它又会软掉一些些，然后白天再拿起来晒，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六个小时，前前后后六个小时左右是。其实不用分那么细，像就是差不多这样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但我觉得重点应该是下面这里要把它拉开，不然就会这样。对，不然就会这样。啊，等一下，这还可以啦。你们有那么崩溃吗？你帮我，不会带走了。为什么吃东西可以吃到崩溃？哎，假如他前面吃的不好，后面的人就难工作了。有没有听到？哎呦，你们哦，这个好吃，难怪总觉得米粉很难解。好好吃，好不好？我们被摇头了。明天就被 fire 了。还好我们有先吃饭再来做这个，没饭吃，突然没力了。怎么那么多？这腰真的很酸哎，蛮酸的，因为一直弯腰的。对啊，要速度。这很多掉在地上的是对的吗？不对，没关系，等一下阿姨会整理一下。真的假的？真的。哎，我这边大功告成，那要干嘛？拿出去算。我们要抬出去啊！要，哎，你这边太松啦，你本身有掉法的状况吗？对，要去找医生。有点落法。对呀，这太松了。没事啊，加油。没有，我们要去晒，你不要挡路。你放那边啊。我要确保你们等一下会用这个。那你，好了，那放这边，放这边。你这个夹三坨就没啦。我们都是这样。哦，这样直接这样拿。哦，好，我来。抬起来，来哦，接过哦。哦哟，这个哦，这木头有一点沉，米粉不重，但木头有一点点。嘿，嘿，放在哪里？从这边。放在这个架子上，然后呢，这样哦，这样子晒哦，好酷哦，哦，好漂亮哦。可以帮我跟他拍张照吗？我人生的第一自己晒的米粉。梦电，我们跟我们的米粉，你看得到我吗？又一二三，好像OK 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这个漂亮，很标准哦，有进步了，这比我好，听到被称赞哦，这已经比我好了，你们有被称赞哦，你们没有。我们是不用称赞，一直都很好啊。对，这么厉害。对啊，那
哎 ，Teddy 啊，那个你要垂下来的要垂长一点，要不然我这边很难用。好，被嫌了。就是要你们难用啊，不然这真的很难用。好啦，给等一下给你一个浓密一点的。浓密，浓密，浓密。太稀疏，你这个不用拿出去晒，光在这边就干了。端过去就干了。老板心里 OS： 今天损失惨重。我们已经被老板瞪了，我感觉到那个杀气了。老板，对不起，就两坨而已。一下子我这样好了。学生好惨哦。现在又被刁了。哎呦，又被瞪，又被刁，又被叹气。不是，我跟你讲哦，这个会有一个问题，你看它这个太稀疏了，有没有？那很难解啊，你知道吗？哇，像推卸责任。不行，集中点，对我还要多做集中的动作，很麻烦，你知道吗？太短。这个太短，你看。哦哦哦。哦，这好。哦，还没被选两个，不是很优秀。我们不是被选，我们是被要求要更好。不是，就是被选。哦，它会伸缩，好，干掉会缩掉，所以在。这个一点，对，然后这样那么长，这个真的会影响到这一家的风评哦。没有关系的，我们做的好不好很重要。我的东西是不好看，可是好吃的。对，你手又没有捏着，等一下又掉了。去拿米粉。对，想要叫他，对。OK。更好，更好。漂亮。哎，再讲一次，再讲一次给他们听。漂亮，漂亮。哎，有没有听到？老板说我很 OK， 漂亮漂亮漂亮，什么？有吗？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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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没有？啊，丰田又得到了肯定。吃吗？妹妹，榴莲，榴莲，榴莲，你口味这么重，好吃吗？好吃哦，哦，我可以吃一口吗？不要脸，怎么可以这样？你问他可以吃一口吗？丰田，搞不好他很想要给我啊，他都剩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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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吃，你吃，你不让他吃啊。你认识他可以吗？你不认识他，丰田，他一直在看肯纳，他一直摇头，然后看着肯纳。没有，我也是。那你这四个里面最喜欢谁？长相？四个。对，我们四个里面。这边你有看到 Teddy 吗？压力为什么给人家这么多压力？对，有一种笑得这么灿烂。对，他现在在逃票啊，要选在逃票。谁是你的菜？要灿烂一点。Teddy。高兴什么？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吃到冰淇淋。哎呦，到了！怎么吞？默默的就排到了。然后你吞到了？没有，没没，哎，老板吗？老板你好，我们是录节目打工换宿，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打工，然后品尝一下你们的红肉饼这样子？当然欢迎，对，当然放心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客人很多，那我想说你们可不可以两个帮我们做，两个帮我们去体验一下外送？好，没有问题。外送要多远？我们今会送到那个交通大学，很远，大概10分钟左右。那要开车吗？还是骑车？我这边开车。哦，开车哦，开车。那另外两个要做什么？另外两个我们这边会有，我找最厉害的师傅教你们怎么做。哦，太好了。我想做黄豆饼。那怎么分配？怎么分配？都可以。我想做黄豆饼。那你跟Teddy做。好，那我们外送。那我们外送。好 ，OK， 谢谢主管，谢谢主管，谢谢主管，谢谢三位。哇你们用那个馅料一点也不害羞哎，这好超满的哎。对啊。放在后面哦哦 ，OK， 放在后面。饮料要不要放前面？饮料放前面啊，饮料放前面，饮料放前面。好，我们走。我这个每天排队哦，大家很爱我们的红豆饼，但是因为产能就这么多，就今天。
什么？就是因为都是烤台的关系啊，因为我们都是时间就是要烤的固定嘛，对，就是要这些时间才做得出来，没错。那我们店面空间也没有很大，我们已经放了4台。那你们平均一天外一天外是要几趟？然后订单都大概多少？像今天交通大学就101颗了，嗯，那有些园区可能有时候300颗、500颗也有，500颗，对，那是我们对会，我们也是客数接的差不多就不接了，就可能有时候订单可能几张，但是有可能是几张就是很多。哦，所以你们有几个口味？总共8种，8种，有什么芋头、红豆、牛奶？是先到基本款。哇，你们那个咸的，我看那个肉看起来好好吃哦。这个是青酱。青酱菇哦，还有青酱哦，青酱菇，青酱白菇，哇，这一定很好吃，哇，真的好好吃的呀。学怎么下面？好，我们先学，就是大家最爱吃的都是菇。我们这边有一个，边边有一个小小的那种线，要到那条线就好。已经变痕迹了，对。我们下去的时候，到那个痕迹，这样就可以了。好，好，放下。牛奶可以从中间切过去。切完之后往旁边切过去，再切过来，切四，对，切四，嗯，切完四之后下下去，哇，好大方哦，最中间的地方，哇，在外面这个可以分十几个哎，哇，大概这么多，好，所以我们把它一人几百吗？先一个人看要不要先做红豆，一个人先做牛奶，好，那你做牛奶，你好喜欢牛奶。那红豆怎么做？红豆跟牛奶是一样的，哦，它是差不多是中间4个之后也是下，也是尽量最中间。好，四个就好了，四个就好吗？对，四个就好了。哇，尽量限量很多。今天的可以再进阶版，再进阶版。哇，他满出来。对，没关系，满出来没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哦，他们示范都很简单，那自己去操作笨手笨脚的。对，哎呦，有了，可以刮鱼浆哦。那我们红豆的，在一样在这里做。红豆用下面。好。这个是酥油，上面会有一点油。好。现在就做这边全部的牛奶。好。只要留4个口。好。只要留4个口，是整盖口。然后我们下面呢就做全部红豆。好。最基本款。也是一样，有一条痕迹，就到那个痕迹。好，太多了一点，对不对？没关系。好，这么觉得我酱弄得有点不均匀。哇，这感觉还盖不起来哎。是真的盖得起来吗？盖得起来。真的假的？哇，好大方哦，太大方了。这样还可以吧？可以，可以。好，那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加90分，加盟了，我有90分了。哎，那这个要多久？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件？没有，这也是要等很久，所以说还好。有没有偷偷流口水？有啊，我已经吞了快1公升的口水了，真是好折磨。早上就乖乖去外送呗。那我那个怎么办？我现在先弄一点放进去吗？这个可以啊，你可以只用一整个。等下就自己吃掉，算了，那个，哈哈，因为是小的，你那个太小了。对啊，我刚刚不小心多按了一个，现在是我的策略，然后我就可以吃一个。喂，我平常都吃奶油的，然后今天牛奶超厉害。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把它盖起来吧，这个都还不难。那我这边下满吗？先这样子。对，我们先下芋头。好，芋头，好，这也是芋头吗？这是芋头咸蛋。哦，咸蛋黄芋头，有咸蛋，这个一定超好吃的，这完全就是我的菜。你下完我再下酱，你刚好回头去拿。好。好。好。哦。Oh my god！ 不是我的错。这个好，交给你。对不起，我不要开除我。那我直接下这4个。第一次犯错。张小姐你好，我是青烟九号。我们现在已经快进大学门口了。大学路上。对对对，我们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对。好好好，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迟到一下，马上到，马上到。他们已经在那边等我，好尴尬。应该还好，看到你应该不会生气。
那等一下要怎么弄另外一面？另外一面也是跟刚刚一样，下浆。下浆完，然后这个直接盖上去。对，啊这边再烫，又会从下面捞下去，所以会直接痛的。所以正常会烫伤。正常会烫伤是正常的。好，来吧。我们挑有挑的那个动作，三、六、九、十二去挑，以45度下去切起。OK。对，这样才比较好挑起。哦 ，OK OK， 懂了。现在多了点，但有一个哦，这个压力很大哦。来哦，盖下去，盖下去，失败，没有成功了，哇！我又压下去，好，让它那个面糊就是咬合在熟了之后，这样才会封闭。压一下，哇，怎么样？烫吗？好，你还剩两个。快了，哎，啊，来来来，张小姐是哪位？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你好你好，你们点的101颗红豆饼，还有7杯饮料，我要放哪里去点？我们到那后面那木头椅子好不好？等了久等了，哦，久等久等，啊，今天迟到是因为我们啊。这边是你的清单。总共3020。因为今天丰田有出来外送，所以他多收500块服务费。对，太便宜了。啊，好便宜了，开玩笑，开玩笑。3020，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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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钱给他就好了。好，找3100，找您80块。好，3200，80块。好，还有您的饮料，我们要帮你拿到哪里吗？可以啊，走啊，走啊，走啊，我们今天走，今天特别走走走，喂，有电梯吗？有电梯啊，如果你要走路到5楼，我可能没办法。你们校区好漂亮，好大，对啊。啊，拜谢。哎，你们好，你们好。耶，我爱交大交通大学的牌子啊。耶。要拍照吗？好啊，来啊！拍照，来，我帮你们拿。好，再轻一点，再轻一点。好好，来，拜拜。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谢谢你们，吃得开心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我们要赶快用跑的。哦，其实我们不能这样子，很悠闲。悠闲，不能悠闲。越来越顺哦。我们是有到底有没有在帮忙，还是在帮到忙？太客气了。师傅教这两位徒弟拿几分？拿90分。90分，满分1000分。其实一开始第一次下的已经这样子，已经真的算不错。哎，不错哦。因为我之前盖的时候是2000多，对，这一件衣服不错。你们现在拿的是什么？这是失败。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不是我们的。这是量高。对对对。然后这也这是失败，正常的耗损。不小心，但是限量不够，不是故意的，都是刚好。我们的命运想要我们吃这么好吃的车轮饼。哦。对，你们吃的都是牛奶口味。对，牛奶口味。它真的很特别，它跟外面卖的是奶油，对，然后其实它是一种卡士达，可是这个跟外面完全不太一样，它就是一个很浓郁的牛奶口味。对，这个酱一到嘴巴里面，整个超牛的，对，很浓的牛奶味，很奶。哇，嗯，哈哈哈，哇，看够了。这个菜包的牛奶，这个是清蒸白骨烧，你的应该重的是红豆，摇开就知道了。哎，是红豆。好，
我是芋头。哦，我的是 Oreo， 真的很像。那榴莲跟红豆待会就有了。对，我们在吃意大利面哦，好好吃哦。你这是 Oreo 牛奶，先点先。哦，对，你看这真的超厉害的。哇 ，Oreo 很厉害的 ，Oreo 一整颗，一整颗放进去。哇，太屌了。好，好，那我这个不错，我期待这个。哦，这个好吃。那我吃一下，但是哇，这个蛋黄的样子，好好吃哦！我也想吃有咸蛋的部分，没办法吃，我没有要跟你换，我们这个好好吃哦，我们三个都好好吃。啊，这个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咸的很好吃，芋头咸蛋，芋头咸蛋，蛋黄酥的意思。不用不用，其他的，因为我吃过了。好生气哦！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了，吃过了不起哦，真太多。好吃对不对？好吃好吃。老板吃到里面，里面的料超多哎。对啊。超赞！我觉得口感上的话，青酱菇最好，菇就增加了一些嚼劲。它这个皮很好吃。刚刚我们讨论过，那店长有介绍，他说皮刚热的时候是酥酥脆脆的，但是你放冷了呢，它就是还换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软 Q 的。哦，这个青酱正点，很厉害。你看那是高级意大利面，这个是那个麻辣口味的，麻辣口味哦，吃一个。对，只要吃红豆，太好吃了。等一下，我想先吃这个。哎，终于吃到牛奶口味，好好吃哦，很浓郁，对不对？很浓郁。你那是什么咸？什么麻辣？老麻辣，麻辣。麻辣萝卜。哦，哎，我跟你讲，爱吃辣的人必须吃这个。我要，真的吃辣。超级香的，它但是看起来就很厉害了。萝卜还是太不够，太够了，好吃哎，好好吃哦，我讲话跟你一样了。它麻的刚刚好，好吃啊，然后羡慕。其实它冬天你咬一口传过来这里，不是辣嘴巴的辣，对，还是会辣，对，是顺的，不是说是顺的。很特别，很特别哦。怎么样？好吃吗？好好吃哦，这个一口味啊，这个很冲突，跟印象中的那种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咸的不会踢到地雷，很厉害。而且像，因为我刚刚吃完这个嘛，吃完红豆之后，我还想再吃这个，就一直很那个味道一直。因为印象中。这个车轮饼就是甜的，对，对不对？但它咸的能够做到人家爱不释手，表示它下了很多苦功。但我觉得料这么多，但我觉得不会很腻。这个是全台湾只有我们才有的一个榴莲的口味，谁要先要试看看？榴莲，丰田可以，丰田可以，丰田很会吃。有没有榴莲？好榴莲哦，是吗？好吃哎，真的哦，而且它不是那种。有口感的那是什么？所以我们是真的果肉去打成肉哦，果哦，肉用打成果肉，然后感觉到我们也没有加什么食用。有，刚刚他咬的时候，他那个榴莲的那个料纤维，而且他又加 cheese， 那个口感应该更绵密。哎，榴莲跟 cheese 很，所以它是咸的还是甜的？好，我试试看。不是甜，但也是很咸。直接吃就对，很烫，不要犹豫，就一口。把它传给我，超好吃。我也挑战一下。对，对，它口感也很好，因为那个融化的气，它可以牵丝哦。好好吃，很特别哦，很特别，很好吃，很好吃。我个人是最喜欢麻辣的，麻辣我爱吃，麻辣的真的好吃。我觉得麻辣真的很赞。我喜欢牛奶的，因为它真的很浓郁。我本来就喜欢，而且是北海道的，真的有北海道冰淇淋的浓郁口感，对，很好吃。我喜欢这个。你好善变，刚刚说怕榴莲，然后现在最爱榴莲，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吃。不好意思啊，来神光庙真的看一下，然后就可以吃，坐对啊。所以这一桌是怎样开动吗？等一下，没有。这位有来过新竹的神光庙吗？没有，没有，没有。对，那这是来到新竹一定要来的地标，那它也是全台位阶最高的城隍爷。都城隍爷，都城隍爷哈。那今天大家有看到庙口小吃，对不对？哇，好多，对啊，对，就这边啊。是啊，看到洪水直流。那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要吃饭之前。对啊，吃饭。吃饭之前有一个福利挑战。其实最后在这个福利挑战叫做，请问今晚吃什么？是拳王挑战赛。好，掌声鼓励鼓励。很无奈啊！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大家想吃什么？我也
想吃这个，我想吃米粉，排队好，我想吃这个。对，待会呢，你们的任务呢，找到有贴节目名称，请问今晚住谁家的这个 logo 呢？就是我们吃力的店家，跟店家猜拳，猜拳，黑白菜，黑白菜，好，黑白菜，对，黑白菜，你会玩黑白菜？我会，准备，准备，好。只有赢了赢三家，好，认识之后可以回到这个城隍庙前来，看谁先回来嘛，对，好，前三名都有的吃，最后一名。哇，这不是吃饭的问题，要睡觉是封点，加油，封点，最后一分，封点，可以的，扛过掉。想吃这个有多少吃？想吃。我们请问今晚吃什么？是福利挑战开始。来，看到了，这边有一个，请问今晚住谁家？好不好？就直接来喽。黑白菜，黑白菜，来来来，黑白菜，来来来，哎，等一下，这是不是有点慢啊？那有慢吗？没有。好，好吧，那输了要怎么？要换下一家。要换下一家，好，谢谢。好吧，招牌，你们有被贴？请问今晚住谁家吗？有哎，找到了，来，哇，这个好好吃哦。预备开始，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你的配，你的配。谢谢你，我下次再来捧场。嗨，你好，那里有吗？你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家哦。我们这里有，这里。哎，这里有，哎呀，好，那我们来玩吧。哎，没有啊，哪里有？请问今晚住着？没有啊。都在哪边？没关系，我已经输了一个了。我也输了一个。你也输了一个。你刚刚那个在哪里？提供我一点线索。那你跟我讲，我就跟你讲。你走到底，右转再左转。拜拜。哎，没有了，在前面。在前面。一二三，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黑白翠，男生女生翠，男生女生配。啊，黑白翠，黑白翠，男生配，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为什么黑白翠？黑白翠。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我输了吗？你选高的。哎呦，太会玩了。你选高的，没关系，要挑战。好，好，老板你好，啊，换我来挑战了。哎，换一个。黑白切，黑白切，男生的配。黑白切，黑白切，男生配。黑白切，男生配。黑白切，黑白切，男生配。哎，这个有了吧？这个、可以吧？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回头我要去，好，这边好，我们走这边好了。你往哪走？你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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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今晚住谁家？你好，老板你好。所以我们抓到这个牌子，就是要跟你黑白菜。OK。好，黑白菜，黑白菜。黑在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女生配，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声音兴隆，你们声音很兴隆，耶，我赢一个。老板娘，黑白切，来，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太扯了，太扯了，真的太扯了！他们输了，怎么会这样？哎，我们有几家店几个机会啊？哎，这里，贡丸老板娘你好，来啊，我是第几个？第一个，太好了，没有人找到他，来，黑白切嘛哈，黑白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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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配，男生配，太渺小，不好意思啊，太大。我想吃你的贡丸。再一次。再可以再一次，不行了，他们有在录，不行，我们不能作假。谢谢老板娘，谢谢。等一下，哎，请问今晚住谁家？老板好，我要跟你 PK 黑白菜，好不好？好，黑白菜，黑白菜，男生女生配配配。谢谢，赢两声，谢谢谢谢，还有一个。快点，快点！该赢一个了吧？老板娘，你好，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我输得好惨。好，算了，我不能作弊，他们都在录影。好，黑白切，男生女生配，黑白切，黑白切，男生女生配。啊！怎么会这样？哇！
这个刚刚好，你先玩，老板扮演就是角色。黑白菜，黑白菜，黑白菜，来来来配。这配吧。你要留下来看我吗？不要，我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走，我们走，不要浪费。黑白菜，男生配。边有菜，男生配。耶，我也一个。而且。找最后一个，快点，不然又被贴脸。其实还有，我就赢两胜，对不对？对，刚买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哪里？在那边，跟贴脸就对了。你好，你好。哇，跟着贴脸就可以买菜。看到了。对对，请问今晚住谁家？老板娘好。哎，你好。我要跟你们 PK。好。谁要跟我 PK？ 你吗？黑白菜。输了。黑白菜，两个配。黑白菜，黑白菜，两个配。好，三个了，三个了，真的。黑白菜，黑白，黑白菜，男生你是配，黑白菜，男生你是配。恭喜男生。我最爱的是蚵仔煎，所以我从蚵仔煎开始。我刚才以为丰田会很强，因为刚刚丰田气势很强，可是哎，没想到还没回来。嗯，哦，怎么会这么好吃啊？哎，哎，你已经回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来恭喜第二名。第二名。赶快，赶快来吃，赶快来吃，想吃什么，赶快去吃啊！在你回来之前哦。哦，哇，这也太棒了，好爽好爽！黑白菜，黑白菜，黑白菜，男生原配，呀，赶快回去了，谢谢，生意兴隆，谢谢，走，回去吃饭。哎，我是第三个，我是第三个，哎，对不起，瓜白肉饭。哦，哇，哈哈哈哈，是这样吗？没错，是这样没错啊，是这样，没有错啊，嗯，吃饱了，没有吃饱，刚开始而已，啊，嗯，怎么样？这个好好吃哦，吃哦，瓜仔肉饭，口感怎么样？肉燥饭，就旁边排队排队讲到这一家，那我跟你讲这个味道怎么样？怎么样？你回头看看这个排队的人潮，你就知道这个味道有哇，真的是哎，吃饱了，哇，好，健康气，好 ，Oh my god。这个是什么？鱼酥，鱼酥吧。鱼酥，口感怎么样？嗯，哎，你的表情好讨厌。就你自己吃吃看呐，没办法，哎，好可怜。好啊，反正人家翻桌。真的啊。丰田怎么样？这两天好玩吗？超好玩，真的吗？我觉得前面工作这么辛苦，然后最后吃到这样子，一切都是值得，完美的 ending。没错。体验对我来讲，这一趟不是最累的，但是很好玩，很充实。但是我这一趟看到了我兄弟对我的感情，这一点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谢谢你兄弟，对啊，哎，真的谢谢 Teddy 啊，你愿意把丰田变来，然后你还愿意回锅来加入我们，真的很谢谢你。不过今天真的谢谢丰田，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出来体验。这次的经验真的，下次就一份东一份薪水，两个人一起来录，固定了 ，OK， 好不好？哎，东西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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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辛苦你们，贵哥，还有谢谢你们这么辛苦，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一些客家料理，让你们品尝。哇，谢谢。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吧。客家大汤圆。哦 ，OK。然后大烟鸡。对，烟鸡。然后我们客家最喜欢的那个笋丝皮，皮扒一根。哇，客家小炒。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些的料理。重点是我看到他直接玉兰花那个百事用，玉兰花可以吃吗？对啊，玉兰花入菜，因为它很苦。哦，所以不适合入菜，这是装饰用，装饰用，所以它没有拿去泡茶，是不是因为也是很苦？泡茶要温度不能太高，对，所以还是有玉兰花茶这个东西，有，还是有，对。那我有制作那个玉兰花冰淇淋，待会请你们品尝。哦，想吃更厉害，就这么热，比较适合吃冰淇淋啊，错，对对对，饭后甜点，对，那请先开动，来，谢谢谢谢。工作很累，然后就特别好吃。真的要讲，就是认真工作后的餐点，嗯，会特别有味道。嗯，贵哥，平常你就一个人来采？没有啦，我又不请人。啊，就兄弟姐妹，可能只要两三个人工，嗯，
我们晚上大概采3个小时到4个小时，假日需求量或是特别日子需求量会大。对，那我今天去听贵哥讲，我才知道很多寺庙大量在使用。贵哥一讲，好像有这样的印象。我发现他们，因为你不可能是以在路边人来卖的，是以绝大多数的量贩，卖不完。对对啊，没有那么多人。因为你在路边卖的，其实买的人不多。嗯，那可能有人喜欢那个味道，刚好也是机会那个呛死的。对，我还想说他也那么辛苦啊，反正花个几十块钱，差不多是这样，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不然在路边卖，讲真的，真的蛮辛苦的。嗯，玉兰花除了路边买，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买。寺庙，你现在知道了、啊。寺庙可以卖。寺庙还有我们家。几乎都卖得了。这边采一下就好了。像这个也是在寺庙人家摆供奉神明的。嗯。对，他们就这样一篮一篮，然后就。又好看，又香。嗯。其实我们这个花的品质，你刚刚看哈。嗯。我们这花每一朵几乎都差不多大小，嗯，哎，对，我们那个水平都很稳定，这个要平均就要当然要花很多心思的，要挑，嘿，我反而觉得精油这一块就可以研究一下，对，玉兰花做精油成本太高啊，10台斤，就是我们那个两指满满的才差不多10台斤，对，它只能萃取那个纯精油一墨，啊，那不行，那杯喝一墨，嗯，太少了吧，它因为本身玉兰花的花瓣。真的很苦，也真的很苦。那可以吃的，可以吃啊，就可是蛮苦的。你可以试试看看。我就是不知道，我也想试，很苦，试看看。真的很苦，要感受一下。对啊，来来来，有没有说嫩的比较不苦？没有，也没有。嫩的反而苦。哇，那我挑老了。哦，这个太苦了，它不像苦瓜的苦，不是，非常苦，好像吃错东西的苦，很清苦啊，很呛苦。都变脸的那种，对，但是很香，对，好奇怪，很香。我这样讲真的好奇怪，就是它的嗅觉跟味觉是非常有冲突的，有点像很健康的水果。再来就不要吃了，赶快吃点菜。我还是喜欢客家人的卤肉，我觉得最刚好，不会太咸，不会太甜，就平均的比例刚好。对，我觉得它这个精髓就在于它整个外面的油脂。都已经浸到那个汤汁里面，嗯，然后笋丝又吸它的味道，那笋丝要有点油才好吃。嗯，来，这就是我们制作的玉兰花冰淇淋。哇哇哇哇哇哇！玉兰花冰淇淋。是的。谢谢。我心心念念的。所以把这个玉兰花放到冰淇淋里面制作，它主要是。我们是用浸泡式的，用常温的水，不能用热的。你一吃就知道是玉兰花，那个味道浓成这样，就比玉兰花本人好吃。的克掉，对，不会苦，不苦，它甜的。刚刚它的苦味有，就是应该说它的味道就跟你闻到之后觉得尝到的味道应该是就是长那样。淡淡的清香。对，就是你。闻完之后，觉得它会藏的味，藏起来的味道，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好吃啊！对对对，这真的好吃哎。这好像是冰的，现在好热，嗯，吃起来很爽。好，其实我们今天不需要麻烦准备这么多东西，给我们三重冰淇淋，对对，就很开心。它玉兰花香是这样，刚好就清淡，对对对，啊，会有一点晕头。嗯，哇，这个我会认真想带回家哎，这个味道。这个有在卖吗？可以买吗？哎，没有哎，我第一次研发。哦，对，我们刚好都是对你们的，是吧？真的，我第一次是研发出来的，是。哇，这个很厉害。哦，功夫啊，厉害，整个在不肯吃的，很好喝。这个中餐有吃饱了哦，差不多。好，要迎接那个接下来的行程了。好，继续打工。那当然了，节目就是这样子，吃完了就继续努力做事，然后再赚下一餐。好，打工换餐。好，加油啦！最后谢谢，辛苦啦，辛苦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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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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